尊敬的国会上议院副议长纳杜林先生，尊敬的大会主席丹斯里康利，尊敬的佛教总会日恒法师，诸山长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德，我们在此地聚会，距离上一次正好是6个年头，时间过得很快。6年前，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以后的移民到澳洲，到澳洲之后与多元文化结了很深的缘啊，特别是与澳洲几所大学，他们学校执行这个政府给他们的任务啊，昆士兰大学负责化解冲突，促进和平；格里菲斯大学负责团结宗教族群啊，所以我到澳洲参加学校的工作，并且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先后参加5次的联合国的和平会议。那么这5次让我深深感触到和平的落实不是一桩容易事情。联合国从事于这个国际和平会议是从1970年开始，到今年正好是35个年头啊，每一年投资下去的人力物力财力非常可观，可是世界冲突频率年年上升，伤害是一年比一年严重，让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对于和平工作几乎丧失了信心，使我们不能不认真深切地反省。我们要找出原因的所在，然后把原因消除，这个工作才能做得有效果啊。所以我们就想到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啊，在日本跟池田大作的谈话，他就说到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他这个话讲得没错，但是也有人问我，孔孟学说真能解决吗？大乘佛法有效吗？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正确。大乘佛法在中国弘传了将近2000年，现代修学大乘佛法的在家出家同学很多啊，我们冷静的思维想想大乘佛法能不能解决今天社会问题，就是从各个方面的冲突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孔孟学说能有效吗？大家找这些学者专家，学者专家提出来的，谈到孔孟，总不外乎四书五经十三经这些经论。那么讲到佛法呢，一定就想到许许多多大乘的经论。那么我学佛54年，讲经教学47年，有没有效果？人家来问我，我的回答是没有效果。只是非常感慨而已，也从来没有做过深刻的反省。这个5年让我参加5次国际会议，我不能不反省，不能不认真，所以我的答复是：汤恩迪的话没错，但是今天讲儒讲佛，我们要讲它的根在哪里，只有从根就起才有效。枝叶花果没有效啊，枝叶花果像花瓶里面插的那个花，很美很好看，没有生命啊，3-5天就枯死了。我们要找根，根不好看，埋在地底下，它有生命，它能够发芽，能够茁壮开花结果。你要是从大乘的根，从儒家的根来救啊，这就行了。所以我肯定汤恩比说的话没错，我们今天大家疏忽了根本的教学，所以收不到效果。佛法的根是什么呢？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后，修学指导最高的原则，我们一生都在奉行的，就是观经里面的敬业三福，这是我们指导的总原则。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们有没有做到？这是根，根本的根本。人天法了，第二条啊，这二乘法，声闻缘觉基础，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二乘，小乘啊。第三，这才是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做到？没做到啊。头一个根，这个根重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根。
根本的根本啊，是我们想到世尊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佛弟子如果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佛不承认的，你是他的学生呐、啊，你是他的学生呢，一定是次第修学，先修小乘，后修大乘。那么小乘教确确实实传到中国，中国人也非常认真地重视它，所以在隋唐，这是中国黄金时代，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十个宗派先后建立了，小乘有两个宗，啊，陈实、居士，这两宗是小乘。小乘经典的翻译也非常完备，现在我们大藏经里面的阿含部的小乘经，跟巴利文的小乘经一对照，数量几乎相同。啊，这个巴利文藏经比我们小乘经啊多了只多50部，很有限、啊、可见得我们经典翻译的非常完整的、啊、但是唐朝中叶之后啊，小乘就衰了，到宋朝就没有了。那么中国这个1000多年啊，我们从唐中叶算起大概是1200年的样子，这1200年当中，我们中国各个宗派高僧大德辈出啊，人才济济，他们没有学小乘，他就学大乘，啊，这什么原因呢？并没有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中国学佛的这些人，无论是在家出家。没有一个没有儒的基础，道的基础，这才明了啊！中国之所以不修小乘啊，是以儒道代替小乘啊，这正确啊，确确实实儒道这个教义啊，跟小乘相比呢，确实更适合于中国人的。这个爱好啊，所以用这个取而代之。那么我们看看近代，啊、特别是近代的半个世纪，啊、这50年来，我们佛门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小乘是不学的，儒也不学，道也不学，直接就进入大乘啊。所以净业三福。第一条不能落实啊！我们讲孝养父母这一句话，究竟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很模糊啊，讲都讲不清楚啊，你怎么能落实啊？啊，这是我们今天学佛学了几十年，学了一辈子，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了。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思维到这些地方，我们深深感觉到今天要把佛教再振兴起来救起来，还是要从根救起啊。啊，那我们要不要学小乘呢？小乘经典太多，很不容易啊，不如还是回到儒家，儒家的经典也相当丰富，历代的著书啊，那是数量是更多啊。我们找根啊，那中国就想到了中国这个传统的教育啊和根怎么找法啊？那我们要到孔孟那里去找。孔子距离我们现在的2500多年
孔子一生所学、所教的、所表现的，确确实实如他的弟子们所说的啊，温良恭俭让啊，人的本位他做到啊，那么他自己说的都是实话啊，不是谦虚的话。一生述而不足，给我们最好的示范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后人看啊。夫子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都是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他认真的学，太认真的教，所教所学的全是古人啊。那么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他最崇拜的尧舜、文武、周公，在他心目当中崇敬的这古圣先贤。那么这些人距离孔子再往上去又是2000年啊，所以中国传统教学的时候，从有文字记载啊，可以推到4500年啊。那我们再看看文字上记载的尧舜，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啊。啊，孝悌这个伦理五伦啊，尧舜是展开伦理的教育，五伦教育是不是尧舜发明的？是不是尧舜的创办的？不是的，尧舜也是述而不足。那么再往上推，史前时代至少可以推500年，这就说明中国对于教育的重视啊，懂得教育，认识教育，认真落实教育啊，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啊！啊，这5000年的智慧，5000年的经验，5000年的方法，5000年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去研究啊，这个国家民族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延续5000年，还维持着大一统，而没有被历史淘汰，什么原因？我在上一个月，南昆大校长请我吃饭，在座的有一位老教授啊，是这个学校的主管教学的啊，相当于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大学的教务长啊，资深的教授。他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谈了一桩事情啊，过去我没听说。他说在这个20世纪的初期，也就是中国跟日本这个打仗的还之前啊，应该是在民国20年前后啊，是欧洲人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世界4大文明古国3个都被历史淘汰掉，中国还存在，这什么道理？这些学者专家研究的结论呢，是大概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可能是这个原因啊。我听了之后我点头肯定，确确实实是这样啊，中国的教育就是在家庭啊，
他的这个特色了，是家庭啊，家庭教育。那么中国人教小孩这是很不容易，非常有智慧的，在全世界找不到啊，没有看到第二家这样做法。小孩从什么时候教起啊？你们现在一般讲，哎呀，从几岁也开始教了？不是的，太迟了。中国人教小孩啊，大概生下来3-4天，生下来3-4天，他眼睛张开来他会看，耳朵竖起来他会听，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啊，他已经会看会听。他看看大人的动作，听大人说话，他在学习呀、啊、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因此父母的一举一动、言谈举止都要很谨慎，决定不能让小孩看到负面的、不善的啊，不可以让他看见，不可以让他听见。所以今天我们提倡儒家的《弟子规》，《弟子规》是中国古时候家庭教育的集大成啊，不是小孩的教科书，不是，是做父母的人呢、啊、用身教啊，身教教小孩。所以小孩这样受教育，他到3岁啊，他就很懂事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说，3岁看80啊，这个话有道理啊。你看看啊，1年360天，天天在熏习，熏习都是纯净纯善啊，这个弟子规都是熏习啊。3岁的时候他就懂事了，他就明白了，父母没有用言教的，用身教教他啊。那么我们今天社会上有个流行话叫免疫，他的免疫这个力量就非常的强大，不会受外面环境的染污。所以3岁看80啊，中国还有一句谚语说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所以到3岁时候，他的天性，他的这个自然的，他已经扎了根啊。换句话，这个根很深很坚固啊，保证他到80岁都还有免疫的效果啊。所以由7岁看终身啊，3岁看80，一生不会变坏呀、这个、教育的效果。所以教育的根是父母，父母爱护子女是这么样教的啊，那个更深一层的啊，那在中国有个例子，就是周文王的母亲啊，太任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她在怀孕怀周文王的时候啊，怀孕的时候她就懂得教导啊还没有出生的胎儿，没出生啊，他怎么教呢？心情、言谈、举止啊，非常谨慎啊，言不看不正的这个事情啊，凡是不是善的不看，不是善的不听。口不出傲言啊，就是傲慢啊，这个态度强硬，这些话他都不说，言语柔和，影响胎儿。所以中国人讲胎教是从周文王的母亲啊，他生下周文王，你就晓得这个文王能称为圣人，能称为圣王，
母亲教的。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呢，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圣贤是教出来的啊，圣贤是教出来的。社会上圣贤人多了，这国泰民安的，哪里会有冲突呢？啊，哪里会有竞争呢？啊，人人都懂得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中国教育的特色。所以我们想到这些问题呢，如何能够把这种教学理念方法把它找回来啊？中国这个教学一直绵延到清朝都遵守啊！啊，我早年喜欢读历史啊，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历史。我就在历史上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啊，也困惑了我很多年，那就是中国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有新有革，唯独教育的政策、教育的内涵、教育的方法都没有改变。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改变，清朝入主中国不但没有改变呢，还要把发扬光大啊！这少数民族统治中国260年，有它的道理存在，非常爱惜中国传统文化，极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以传统中国文化来治国啊！啊，那么可惜到晚年，就是晚年是慈禧太后执政啊，把这个祖宗的惩罚废除了啊，所以清朝这个开国的时候，帝王都是李璟、儒释道三家的，现在的话叫专家学者，到宫廷里面讲经教学啊。啊，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呢，天天来听课啊。啊，帝王做出尊师重道的榜样，所以中国人心服了。啊，没有不顺从的，没有不听话的。啊，这个效果受到了。啊，所以一直到这个咸丰年间，啊，都还是承传祖宗的这个方法。慈禧太后在我想象当中呢，因为宫廷里面我们知道吧，讲的变数最多的是无量寿经，可能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话慈禧太后做不到啊，做不到就听到讨厌啊，这个佛经儒经天天在骂我，算了，不讲了，就把它废除掉了，宫廷从此以后不讲经啊。慈禧太后迷信啊，她喜欢服软啊，叫嫁鸡服软，她喜欢这啊，所以遇到国家大事，她不找这些学者专家来研究，她请教鬼神，鬼神帮助她决策，使这个国家亡国，正应了中国古圣先贤的一句话，说国之将兴听于民啊，这晓得民众需要什么，国家才会兴旺，国之将亡啊，听于神，一切都听神明指示，这个国家就要亡国了啊，这左传上的两句话啊，那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应现了啊，他听神，他不听人了啊，就这个是我们都应该明了啊。慈禧太后这段事情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因为嫁鸡服软，很多人相信这个，我看过，我就把这个事情向大师请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啊，大师就把慈禧太后这段事情告诉我，啊，他说嫁鸡孵卵，不能说他不灵，不灵来那么多人相信他，啊，是不是真的佛菩萨神仙啊降坛呢？不是的，多半是灵鬼冒充佛菩萨，冒充神仙。如果他说他是灵鬼，没有人相信他；他说佛菩萨，啊，他说他是什么神仙下来，人家就相信。其实全是假的，啊，有一点小神通，啊，很近的事情，他讲得很准，啊，比如说三天、一个星期之内的，啊，那么时间长的时候，他就胡说八道，反正他说了，说错了，你也找不到他，啊，他也不负责任，啊，所以这是。这些事情还是夫子的态度正确，敬鬼神而远之啊！敬，我们要尊敬他。夫子这句话跟普贤菩萨所讲的一样，礼敬诸佛。为什么？他也是众生啊，我们应当与人交往有礼貌，与鬼神交往呢也有礼貌啊，应当要尊重他、尊敬他，可不能听他的啊，听他的，那你就得上当了，啊，这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啊，远也不是给他保持距离，远就是不能接听他的，啊，远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夫子的态度是正确的，啊，我们应当啊，要学习，啊，那么有这些地方，我们才知道。这个根本的教育啊重要，佛法的根本是十善业道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学佛，在家的同学十善业做到了没有？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在家不邪淫啊，不杀生。延伸就是决定不能有害人的念头，不能有伤害别人的行为，我们有没有做到啊？不偷盗，决定不能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啊，不可以有占别人便宜的行为，没有做到啊！啊，那接着是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这个是大小乘佛法的根本呐，这十条做不到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佛学经论，你可以欣赏，你得不到啊，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啊。所以如何落实十善业道啊？为什么十善业道这么困难啊？在过去。无论在家出家学佛的人，十善业统统做到了。从前人能做到，现在人为什么做不到？现在人没有家教啊，啊，没有根呐，啊，我们这个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佛教从那个印度当时，佛教传播是向四面八方传播。可是唯独在中国生根啊，开花茁壮结果啊，其他地区有的没有了，有的是极其少数，影响不大啊，那就是中国有家教，家教里面着重呢，着重在伦理道德啊，伦理道德的核心
就是五伦教育里面的爱的教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我们这个中国一般这个术语里面常讲亲信，这个字是从五伦里头出来的。亲是第一个，父子有亲；信是最后一个，朋友有信。说一个头，说一个尾，当中的义别序通通包含了。所谓亲信呢，就包括圆圆满满的伦理道德。你说这两个字多么可贵呀！但是现在这两个字，这个含义呀，不但模糊啊，贬值了。儒家有许多这个名相贬值，在佛法里头贬值的就更多。这个都是我们要理解，怎么样把贬值再拉回来，回归到本位，这要靠教育。所以教育的核心就是那个亲，亲爱，父子有亲，亲爱从什么时候看出来呢？我前年参加日本的一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日本那边的同修有很多跟着我一道协助我，当中有一位女同修带了她四个月的儿子，推了个小车子也跟着我一道走。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小朋友，四个月长得非常好，你看他父母亲爱他，没有任何条件，天性。你再看这个小孩爱他的父母你细心观察看得出来，天性父子有亲呢。所以我当时我周边的这些同参道友们，我就叫大家观测父子有亲，你从这去体会。那么教育，中国的这个教育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种亲爱如何能够保持到一生都不改变，这就是教育的效果教育的成就在佛法里面讲呢，这叫自度，这叫自度。第二个目标要度他，把这种亲爱把它发扬光大，让他知道爱家族他爱父母他能爱兄弟爱姐妹爱他的这个族群再扩大能够爱他的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佛法讲到最后爱一切众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爱的教育这个爱是天性所以中国人五千年来就是崇尚这个教育这是人本的教育，做人的根本人人做的真的是好人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五千年来，诸位细细去读中国历史，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自己国家外面发动过战争，没有，
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一寸一尺的土地，历史上没这个记载啊，这个我们要懂得。那中国的元朝是的，那是啊，是确实是扩大版图，侵略了很多国家地区，世界上称之为黄祸。你要晓得那是蒙古人呐、现在是外蒙古啊，不是中国人呐、我们中国也被他征服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为这这种力量太伟大了，通通归功于传统教育。传统教育里面中心的核心的家庭教育啊，我们今天家庭教育从清朝末年就衰了啊，逐渐逐渐淡薄了，真正被断掉了，那是在中日战争啊，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把中国的社会打乱啊，这个事情呢我记得就很清楚啊，像我这种年龄啊，我们出生在乡村，在农村啊，从小啊到八九岁啊接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我们家乡啊，文风很盛，着重于传统教育，啊，所以但是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大家都为了逃难，啊，所以家庭啊就顾不到，啊就顾不到，所以这个教育啊真的中断，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再兴起来，啊，所以这中断呢至少是70年。7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也不短，还能救啊！现在如果极力提倡，还能救得起来。如果再过个10年，没救了，那真是恐怕神仙下来也没办法啊！现在就是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刻不容缓啊，最后的一个机会。决定不能失去，我们要全心全力努力来做，有儒就有佛，没有儒绝对没有佛啊！要知道佛是建立在儒的基础上，你就看净业三福就行，净业三福第一条是儒啊，啊，第二条才是佛啊，啊，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那才是佛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大楼一样，啊，第二层是以第一层为基础啊，第三层是以第二层为基础啊。我们如果不重视《弟子规》的学习，啊，那就是把佛法摧灭掉。所以这些年来，我为什么极力提倡《弟子规》，要培养啊《弟子规》的老师，《弟子规》的老师。不是容易培养的，啊，为什么呢？要有真正的菩提心，牺牲奉献啊！啊，因为这113条，每一条都要能做到，都要能落实，你才能够教人呐，啊。你会读、会背、会讲没有用，你要做到才有。啊，你做到之后你才有心得，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啊，希望呢每一个人啊，从家庭从自己本身做起啊，在佛法讲续佛慧命，在中国传统讲即往圣之绝学，开天下之太平啊！啊，这个事业是稀有难逢的事业啊，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啊。至于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啊，所以中国古时候
你看我们在多少经书里面看到的，八岁进书，七岁以前家教，八岁进学校，学校老师好教，他懂得尊师重道，哪有不听话的老师呢？这个从前家教，也是很难得的。这个事情我遇到了，我应该是在六七岁的时候，进学稍微早，是七岁，七岁的时候，我入私塾，上学的这一天，我父亲带着礼物，供养老师，那么带着我去上学，学校呢？是在祠堂里面，是我们亲戚的祠堂，有一位老人在那里办了一个私塾，学生呢二十几个人。进学的这一天，我们当然穿了这是整齐的服装，进到学校，在学校的这个礼堂，是一称礼堂了。礼堂当中呢，供奉着孔子的牌位，没有画像，那时候我们也认识字，是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那个牌位很大，我们在下面看都认识，我父亲带着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向孔老夫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那是从前满清时候的最敬礼，拜孔老夫子。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我父亲也一样的，在前面或者后面，对老师也行三跪九叩首的礼。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什么？他们两个在唱戏，在表演呢，教我们小孩的尊师重道。你看我父亲对老师都三跪九叩首，我还敢不听话吗？这一次表演呢，一生懂得尊师重道，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知道报老师的恩，老师叫我一个学期，我的一生都不敢忘记他，常常怀念他，就是那一天上学的父母的一拜呀，学来的，你看那个根多深，哪有现在很多这个同学来告诉我，儿女不好教啊，不听话了。很多当老师的教学生不好教啊，从前没听说过啊，你就晓得这个中国这几千年教学的，所以我称它是五千年的智慧，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内涵，五千年的效果，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所以中国这个民族还能够长期延续在这个地球上，道理就在此。那么今天世界的这个动乱，每一个人都很关心。我在最近这个两三年访问一些国家，难得有这个因缘都给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宗教的领导人接触很频繁我都把中国传统这些好东西介绍给大家。
现在世界跟从前不一样，从前交通不方便，资讯不发达，所以形成许许多多老死不相往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许多人一生连灵县都没去过啊，能够在一生当中离开这个省到别的省啊去逛逛旅游的，那就很少数。所以现在交通方便，资讯发达，全世界只要哪个地方有一点点动静，我们都知道。环绕地球一周，两三天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观念必须要改变。现在是地球村，这个地球是我们生活居住的地方啊！我们今天是地球人呢。我跟许多人往来，人家问我法师啊，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地球人，你也是地球人，我们是同乡的，我们是一家人。不要再分彼此啊！不要再分彼此啊！这个宗教与宗教之间啊，我接触的很多啊。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提出的这些见解还没有人反对啊。我接触了十几个宗教，我告诉这些宗教领袖，我说我们大家都信仰宗教，我们都相信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大家都点头，我们这个宗教是真神。我说你相不相信真神有圆满的智慧，叫他相信真神有无量的神通，他会变化，他也相信。我说那行吧，这个真神呢，在佛教里面就变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真神的化身，在基督教就是耶稣，在伊斯兰教就是穆罕默德，没错，都是一个真神啊。那么在佛教里讲得很清楚啊，像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愿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愿以什么法得度就说什么法，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这个名号，也没有一定的这个形状啊，通通是一个真神的化身。所以我们佛教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好像是一家人的亲兄弟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呢，那不是堂兄弟，都是表兄弟，所有信仰宗教都是一家人。那么我也给许多这个国家领导人见面谈话当中，我也常常提到，今天我们需求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实在讲呢，用促进不如用恢复。宇宙本来是和平，世界本来是和平，要恢复到本来的和平。那从哪里着手呢？我们想出来三个这个方面啊。第一个，族群要平等对待呀，和睦相处。第二个，宗教啊要和平相处啊，平等对待。第三个，国家与国家啊，
都要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大家都希望和平和谐和睦，统统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不能平等，那么你的和平和谐和谐都是口号，不能落实啊。所以大国跟小国要平等啊，富国跟贫穷国家要平等，强国跟弱国要平等，世界才有和平啊。如果没有平等，就没有和平啊。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要想到啊，中国人常讲的家和万事兴啊。平等从哪里做起呢？从我们本身做起，从我们自己家里做起。自己家里面都不和都不平，社会怎么会和谐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细心去观察，我们的心不平，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有怨恨，你知道这个问题严重吗？啊，这是我们在制造争端，我们在破坏和平，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能想到这个点啊，我们把内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立的这个念头把它化解，宇宙就会和谐，世界就有和平，无量无边的功德了从一念之间转过来啊，这才真正能落实啊。在世出世间法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最殊胜的事业，无过于成就自己的德行，利益一切众生，没有比这个更超过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这个榜样，意义非常的深远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你才能够知道啊。那么他老人家志趣就是为一切众生，培养真实究竟圆满的福祉。他知道这个事情政治做不到啊，所以他舍弃了王位，他可以继承他父亲净饭王，可以做国王的，他把王位舍弃了。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年轻的时候武艺高强，他可以做将军，可以做统帅，他知道这桩事情武力也办不到，放弃了。
那么再仔细看，我们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这个科技、工商、经贸都做不到。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他是从事于教学。19岁出去寻师访道，到30岁成就了自己的德行学问。孔夫子也讲啊，30而立了。孔子是15岁由志于学，30而立。释迦牟尼佛19岁，那当然由志于学应该是还早，19岁就出去寻思访道了。我们现在讲的话，佛门叫参学，叫参学，30而立，30成就了。他成就之后，就从事于用现在的话来讲，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工作，一生做了49年了。释迦牟尼佛是79岁过世，我们讲入班涅槃79岁，从事于教学工作49年。而夫子则不一样，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两位圣人的是表演的不相同。夫子还想从政，周游列国，那时候中国没有统一，诸侯小国，周游列国，10几年，没有人用他，都知道他很不错，很有才干，没有人愿意用他，所以就在回到家乡，去办学。回到家乡68岁，所以他从事于教学的时间只有5年，他73岁过世，这五年的教学，他有3000学生，真正有成就的72人，就72些。这在中国几千年教育里面是实在的，没有人能够超过他。那么他为什么有这么样伟大的成就？这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49年，那个学生那就不知道多少了，不计其数了。真正有成就的，我们在经典看到的长随众1255人，都证阿罗汉果的，那就是贤人了。世尊有贤人1000多人，孔子有72人，这是教学时间长短不一样，但是同样的伟大，同样的有成就。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细心去思维，他们是自己道德成就了，学问成就了，再出去教，也就是说自己都做到了才教人。圣人的做到之后才说到，说到之后能够做得到，这是贤人，说到之后他能做到，说到之后做不到，那就变成骗人。所以现在这个教学真正能说到做到的很少不多啊。今天我们的教育收不到效果，是吧？问问老师，老师自己没做到。在家庭里面，你教你的儿女，你自己没做到，收不到效果，原因在此地。孔子曾经说过，
他说无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一丝无疑不如学也。啊，这一句话含着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啊，非常深刻的意义，啊，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啊，他说我一天不吃饭，一夜不睡觉，我在想，当然想了很多很多，最后的结论不如学，啊，不如学。学是什么呢？学是觉悟的意思，要学觉。弟子规里头360句，他一句3个字，360句，总共1080个字。换一句话说，夫子所说的学，学什么？就是学这个大道，就是日常生活，没有离开日常生活，离开穿衣吃饭日常生活，不是道啊！啊，那变成玄学了，啊，那就不切实用的，所以就是学的这个东西，啊，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啊，这个我们不可以不懂。我们也不能够不学，啊，真正的要跟圣人立同样的志，啊，我们要认真去学，啊，虽然我们立志向学的年龄往后延长，啊，有人30至40之后开始觉悟，开始发奋，有人50、60开始发奋，不迟，来得及。只要肯学，啊，只要回头，没有不成就的。啊，特别是现前的社会，我们总要有个愿望，发心做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啊，现在社会人不懂得孝养父母，我们要做出孝养父母的样子给人看，啊，自己做到是自行，给别人看这就是化他，啊，自行跟化他是一不是二，啊，弟子规里面讲孝亲，前面的这个7条，啊，我把它重新编了一下，啊，总共是113条。啊，前面7条孝亲，啊，现在这个社会忘恩负义呀，啊，现在人不懂道理，啊，满腹的怨恨，怨天尤人，啊，这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也是社会动乱的基本的因素。我们要表演，啊，恩要报，啊，恩与报，怨与忘，报怨短，报恩长，啊，我们要做样子给人看。啊，真正做到，那我们就帮助这个社会，啊，人，啊，无论是什么人，无论他什么身份，啊，他对我有一桩事情好处，有一天的好处，我们一生不忘记，啊，常常有感恩的心，报恩的心，啊，那么这个人他对我也有不好处，那个对我不好的地方要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不要放在心上，啊，常常念着它的好处，
如果社会上大家都能这样想，这个社会怎么会有动乱呢？啊，人与人之间呢，怎么会不和睦相处呢？最重要的，我们如果是只说不做，人家说得好听的，你还是骗人的。我们做出来给人看，只记别人的好处，不要记别人的不好处，很重要。你说学佛，有很多人问我，我这一生想成就，真正念佛想往生，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我说，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说了一句话：你要是一生做到了，那你肯定啊就能往生。什么一句话呢？六祖讲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你能看到世间人都没有过失，你就成就了。你看中国上古汤王，商汤说：“天下有罪，罪在真功。”你想想这个话说，天下人有罪过，是谁的罪过？是我的罪过。为什么呢？他是过往啊。老百姓有罪过，你没有把他教好啊，不是他的罪过啊，是你没有教好啊，那是你的罪过啊。你看看圣人的这个胸怀跟凡夫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说一些不善都是别人的，善都是自己的，这就天下大乱，这就造成对立，造成矛盾，造成纠纷啊，所以社会整个安危治乱的，人人都有责任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今天从早到晚，我们所作所为，所思所念，是有助于社会安定和平，还是在破坏社会的安定和平？你有没有去想过？儒跟佛都重视啊。每一天晚上的反省，佛家叫忏悔呀，找自己的过失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心无心，哪有没有责任，哪有没有因果的道理？《弟子规》里面讲，将家人先问起。即不愚，即素矣。这个几句话，你要上溯啊，这是五千年前中国老祖宗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常常我想用什么样的心对人，先想一想，人家用这种态度、心态对我，我能不能接受？我如果不愿意接受，我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对人，我就不可以用这个言语对人，不可以用这种行为对人，这就对了。这些事情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我们都看到，都听到。好不好讲呢？不好讲，讲的时候得罪人，他不会接受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佛教我们的方法很好，合掌令欢喜，一句话不说，慢慢的来感化他。他能这样说，我决定不能说，不这么说。日久天长，慢慢他发现，你这个人不说人家的过失，连别人批评你、回报你，你还去赞叹别人，他就去反省，他就去学习，这就对了。
啊，那么还有一桩事情，也是这个对社会的这个扰乱不负责任啊，就是见为真，勿轻言；知为敌，勿轻传。啊，这就是谣言，轻信谣言，啊，轻传谣言，啊，损害是社会。制造矛盾，制造对立，啊，制造不和，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常常想，我有没有这样做，我有没有犯，啊，天天读，天天反省，啊，还有中国大陆的同学问我，他说弟子规现在知道重要了，他说法师，他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念佛诵经呢通通放下，就学弟子规行不行？我说行，你先做扎根的教育，但是有时间性，就多长呢？一年啊，一年什么方向专学弟子规啊，这一年学好了之后，你再把佛法的时候提起来，四倍啊，这个四半功倍呀，你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啊！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啊。今天啊，所以我想到就是，这些年呢，常常想到汤恩比的这个谈话啊，我们今天要从根就起。所以为了便利初学起见，啊，初学的人怕到这113条还太多，我又把它记录了一下，我记录了当中最重要的70条，先从70条学起，不是其余的不学了，这个优先，70条优先，啊，先学70条，然后通通要学，啊，那么这个13业老经。也怕太长，我讲得很详细，啊，讲得很长，那么我也把它记录，啊，记录成一个短篇的，啊，记录的经文只有516个字，听说他们做成光碟了，只有8片，啊，那这就方便太多了，初学，从这里入门，然后再学全经，啊，在家同学一定要以这2种东西做基础。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你才是佛经一展开，你看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我的份呢，我是善男子啊，我是善女人啊，有了，如果你没有做到，你不是的。啊，一定希望大家认真努力，一年的时间啊，不可以拖，一年的时间决定落实这2门功课，啊，这个十善业道啊，跟这个弟子规，啊，如果出家的同学，那你发心出家，出家天人师啊，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呢，这是天人都尊重你。如果你没有真正德行啊，鬼神都瞧不起你，啊，天神怎么会尊重你呢？啊，那做释迦的学生。要什么条件呢？要具足沙弥律仪啊，这个是出家人的身份啊。那个比丘戒、菩萨戒不容易啊。说老实话，藕益大师、弘一大师啊，都给我们提到，末法时期已经做不到了啊，所以。藕益大师受了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啊，退比丘戒，一生受持沙弥戒，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些著作，他观的这个名号前面是菩萨戒沙弥，啊，这真的不是假的。他的学生也是他的侍者，
诚实法师，也就是欧耶大师圆寂之后，他的著作是诚实，给他整理，跟他刻板流通。这个功德我们都要感恩。诚实大师自己，因为老师啊称沙弥，他不敢称沙弥，他观的这个前面观的是菩萨戒啊，他不是过，还不是观这个，他是出家优婆塞啊，诚实。我们看到用这个，第一个是他啊，第二个我们看到是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常常是出家优婆塞引因弘一啊，这就是不敢称出家人身份啊，我是出家，是出家的无戒居士，换句话说十善五戒他做到了，这沙弥律仪还做不到啊！啊，沙弥律仪做到了，龙天尊敬了，那是一点不假了啊！所以我们要发奋努力，把沙弥律这个律仪落实，那就是末法九千年的祖师的基础。你认真努力，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也能有成就啊！谁能有成就呢？谁发心谁就成就啊！人人都有这个缘分，就看自己肯不肯发心啊，肯不肯认真努力啊！古德教导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种这个学习的原则一定要遵守啊，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啊。它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学术不一样啊，社会你像大学很多科系，你这个科系通了，那个科系外行不通，但是佛法不一样，佛法一门通了，全通了啊！不但整个这个世尊49年所讲的你也就通了，其他宗教也通，出类判通啊。然后再是世间学术也会通了，为什么？智慧开了啊！智慧能解决问题啊！一门是定啊，一门深入是定。定生慧呀，啊，慧才能解决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诸位自己想想，我们的心浮躁，心不定啊，这是我们现前最严重的毛病啊。我们怎样把这个病治好呢？啊，修定啊，修定的方法啊，不一定是要盘腿面壁。那只是修定的方法里头的一种啊。佛告诉我，84000法门通通是修禅定，换一句话说，修禅定是由84000种不同的方式，随便你采取哪一种方式，通通能得定啊。禅定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清楚。现在有很多人听到这个名词意思很模糊，他不了解。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而坛经呢是依据金刚经所说的啊，实际上就是金刚经世尊对须菩提的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两句话就是禅定啊。六祖大师讲的比这个更清楚更白：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在什么地方修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所以会修啊，
太方便了。真正是懂得的人啊，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啊，我们看、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啊，这就叫根本智。啊，那我们这个慧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因为没有定。啊，见色闻声呢，都被外面诱惑。啊，他引诱你呀，动贪嗔痴的念头。啊，看到这东西喜欢了，这个贪心就起来了；讨厌了，嗔恚心就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没有定功啊。啊，把你内心的烦恼引发出来。如果你有定功，见色闻声呢，如如不动啊，智慧就现前。你看，所以定是修学的枢纽啊，不是修定的，那就不是佛法。我们念佛是用一句名号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来修定啊。你看见色闻声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念头一起，马上就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不管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恶念，通通把它摆平啊，通通把它归结到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来修定啊，它就管用了。啊，这个就叫做以一念啊来止一切的妄念啊，所以这个方法呢，这一念叫正念啊，正念还是有念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念呢，没有正念就会有妄念，所以正念要提起来啊。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觉啊，这个作用在此地。人家问我们人念佛，你也能答得出来。我不用这个方法，妄念止不住啊！啊，他用别的方法行啊，方法八万四千，无量无边呢，谁个人喜爱呀、啊？我喜爱这个方法，啊，你喜爱这个方法都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里头没有好争执的，啊，这法门一律平等，只要有效果就好，啊，先定到一个一定的程度。智慧就现前啊，你看东西听东西啊，人家问你的时候不一样，你的看法想法都不相同啊，决定跟圣人的教诲相应，跟大自然的法则相应啊，这就是正慧啊，这正慧啊。那么这个就是受用啊，正慧一定是和平的啊！我今天走进这个讲堂，看到这个背后“和平”两个字啊，我这个看法，跟诸位也不一样啊。我一进门呢，看这个和平呢，模模糊糊有一点影子，好事情，和平啊！已经开始放光了如果有机会下一次我们再在此地讲演，那个和平就更明显了，那和平落实了。现在这幅图案是有和平的愿望没落实啊，这个我们你看这个看法就不一样啊，生欢喜心，我们要非常认真努力把和平落实啊，平才有好啊，不平就没有好。怎样做到平呢？啊，我要重复告诉大家啊，我不知道讲多少遍，要把自己的内心对人对事对物对立的念头打掉啊，使我们自己的身心和谐啊，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回归到大自然
大自然是平等，大自然没有分别，大自然没有执着，大自然没有妄想，啊，利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就回归到大自然。在佛法里面讲回归自性，啊，在儒家讲呢回归本性。你看《三字经》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本善里头没有对立，本善里面没有分别，本善里面没有执着，有妄想分别执着不善啊！啊，我们的功夫从这个地方做，这样做的时候身心健康，啊，身心跟宇宙跟大自然合而为一了，它怎么会不健康？和平是最健康的。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中国人文化渊源博大精深，啊，这个大家都常常我们听到的这个赞叹这些话了，啊，他博大精深在什么地方？他懂这个道理，他能运用这些方法达到健康长寿，啊，所以中国的文化的特色是教育。第二个特色呢是养生，这是中国的医学，啊，中医有五千年的历史，啊，有五千年的智慧，有五千年治疗方法跟效果，啊，真的长寿。啊，我的老师，啊，他这个医道非常高明，我那个时候跟他学佛也很想跟他学医，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他说佛你可以学，医不行。我说为什么？年龄过了，啊，我跟他的时候是31岁，这年龄过了。他说你如果是21岁啊，我一定教你，啊，这31岁来不及了，就叫我专心跟他学佛，啊，这些常识他讲给我听。中国的医学不是治病的，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养生，啊，养生里面第一个呢就长寿，啊，依照中国医学的理论，人的寿命呢应当要活200年，好像一个机器一样，这个机器，啊，它使用的期限可以使用200年，你活不到200年是你自己不会使用，你糟蹋这个机器，啊，你把它搞坏了，啊，这个机器是可以用200年的，是头它的目标在此地啊。啊，那第二个目标呢是防止疾病，啊，如何在生活当中调理，啊，让你一生呢不生病啊。啊，第三个目标啊才是治病，啊，你这个生了病才给你治病，啊，这第三个目标，啊，所以我们要懂得第一跟第二，啊，那么学佛之后啊，在佛法里面所读到的跟这个医学的理论呢相应，啊，人要怎样能够生活的健康长寿？中国人常说忧能使人老啊，人这个衰老疾病忧虑太多，妄想太多，分别太多，执着太多，这个对于你身心健康非常不利啊。那么又说长生欢喜心啊，啊，人能够常常生活在欢喜当中啊，你就不会衰老啊。所以忧虑啊是老病的根源，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多爱惜自己的生命，多关心自己的健康啊。健康从哪里来的？心要清净，要有智慧，
啊，有智慧的人就发喜充满。你看夫子啊，我们在《论语》头一句看到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就是欢喜啊，喜悦啊。这个喜悦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啊，这个悦啊，外面来的是快乐啊。那第二句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乐是从外面来的，喜悦是从内心发出来啊，像泉水一样内心发出来喜悦。先生，你德行学问天天有进步啊，这个快乐啊。啊，我们佛门里面讲呢，烦恼天天轻，智慧天天长，他怎么不欢喜呢？啊，这个就是养生之道，我们自己要做，做了什么给别人看，哎，这就是化他了嘛。啊，要真干啊。啊，我的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他这一句话拉到佛门里面来的，本来是很排斥的，啊，这一句话拉进来，啊，这一生当中真的学到，啊，一生对人对事对物，老师教我看破放下，啊，我就天天在学啊，天天在修啊，啊，所以，对不对？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没有烦恼，啊，没有一桩事情啊为自己想啊。夫子所讲的得之不修啊，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喜，不善不能改啊，是无忧也。我这个忧虑跟孔老夫子啊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呢对自己没有忧虑，是看到这个一切众生造作不善的，这个社会动乱不安的，确实这个是忧虑的啊。但这个忧虑啊，与自己没有利害得失，所以自己的心情是清净的啊，是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干扰的啊。饮食简单啊，睡眠也不多啊，常常想别人，不要想自己啊，就快乐无比。好事情啊，真的好事多磨啊，啊，障碍折磨很多啊。这个障碍折磨呢，对自己要很乐意的接受，消自己的业障。也消一切众生的业障啊，这个话怎么说啊？消自己的业障好懂啊，这个所有一切障碍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有前因后果啊。怎么说消一些众生的业障？这个业障来的时候没有干扰啊，我还是一样的认真努力学习，认真努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服务的目的佛教导我们的，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悟，帮助一切众生转凡为圣啊，不受任何干扰啊，这是落实这是快乐无比呀！啊，众生成就了，自己不居功，为什么没有功？跟佛所讲的一样，他自己觉悟的，我有什么功德了？啊，他自己回头的，啊，他自己要不觉悟不回头，佛对他也无可奈何。啊，佛说的，他听懂了，他真的反过来，他自己的功德。所以佛菩萨不居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无有众生得度者啊，这是佛菩萨的心态啊。可是
确实无量无边的众生呢，真的回头了，啊，真的觉悟了，啊，这里就最重要的就是言教不如身教，啊，身教要重视，啊，所以我们学佛首先要把自己的形象修好，啊，你看看这个中国世法就是常讲那个看相算命的看风水的都会讲相随心转，啊，你自己修学有没有成果不要看别的，看你的相貌，啊，看你的言行举止通通表现在外面，哪里能够瞒得了人呢？啊，你是真诚你还是虚伪，普通人看不出来，真正有一点修养的人有学问的人一眼就看穿了，啊，你怎么能够瞒得了人呢？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记住，啊，要对自己负责任，啊，瞒别人还容易，瞒自己很困难，啊，如果说自己诚心诚意去做去学习，这一生当中自然就能成就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跟同学介绍的，啊，诸位拿到一份这个讲义，啊，这个讲义是四书里面选出来的，啊，就是大学里面的这个重要的纲领，啊，大学什么叫大学？古人注解里讲大人之学，这句话说的意思很深也很明白，啊，人要做大人，啊，什么是大人呢？啊，这个古德的时候没有详细的注解，啊，那就看我们自己怎样去解读了，啊，我们要不学佛那个大解的也不够深也不够透彻，啊，学佛之后佛法里头，啊，告诉我们佛与大菩萨们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哦，这是大人，如果心量不能够等虚空变法界，那就不是大人，这个大人之学就可贵了，啊，与天地同心，啊，与万物一体，这是大人，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身，啊，学佛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把法身找到，啊，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是什么法身，啊，你看我们讲佛法身佛，啊，华严里面讲毗卢遮那法身佛，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不就是等虚空变法界，使自己一体，啊，禅宗有一位祖师，啊，开悟之后他说，啊，这个变法界虚空界是沙门一只眼，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才叫真正的大人，那么这种大人在佛法里面讲法身菩萨，啊，破一片无名证一分法身，这是大人，啊，大人修学之道，啊，把儒家从前这个说法向上提升了很高的层次，啊，能不能这样说？能这样说，
啊，为什么呢？宇宙之间是一体啊，佛法讲到最高的地方，不二法门。如果大学这个大学之道跟法身本体还要是二，那这是不一样的二。那祖师就说，二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还没有到圆融嘛，法法圆融，法法不二，你才能入境界啊，入境界才叫大人呐、啊，大人就是法身呐、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三大纲领啊。这个三纲领，三个纲领，信德啊，一切众生通通具足啊。哪一个人没明德呢？明德就是佛家讲的自信啊，儒家讲的本性本善啊，啊本性啊，明德，明是智慧，德是才能，是福报啊，佛家讲的相好啊，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才能，无量无边的福报，是一切众生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可是现在本来具足的现在没有了，现在智慧没有了，才能福报通通没有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华严经出现品里头说得好啊，他的经文是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你看智慧此地的名啊，德这个才干，相就是福报啊，都有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佛给我们一语说破了，我们今天本有的智慧才干福报为什么会没有了？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三样东西把它障碍住了，并没有真的实掉啊，好像太阳一样，今天下雨阴天，云彩把太阳遮住了，不是太阳没有，是遮住了啊。这个云彩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除掉，你的智慧德相啊就又恢复现前了啊。所以教学的功能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些这个障碍除掉而已啊。所以佛菩萨自己除掉了，再帮助我们也除掉啊，除掉之后恢复到信德啊，信德大家是一样的。所以佛法真平等啊，啊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佛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啊，凡夫看诸佛如来都是众生啊。所以诸位也要知道，你什么时候成佛了，不要问人，哪一天眼睛一张开全是诸佛如来，恭喜你，你成佛了。如果睁开眼睛看一切众生啊，还是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你就要警觉到你是凡夫，你还有妄想分别之处，你要努力把这个烦恼习气拔除掉啊，你才能成功啊。明德有，你看上面加上个明，前上面这个明是动词，下面明德是个名词啊。因为明德不明了，所以再加上明明德了啊。这个大学之道就是方法道理啊，方法了，
没有别的，恢复自己的明德，啊，把自己的明德让他再明白过来，再明过来。这就是自力，啊，佛法里面讲的自信、自力。啊，自力之后一定要利他，为什么呢？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自他是二啊，那你没有觉悟。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你真正觉悟了。所以对待别人跟对待自己一样，能够舍己为人，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没有任何条件啊。啊，这真正明白人，释迦牟尼佛一生，啊，49年从事于教学工作。难得了，更难得的义务教育，他不收学费，啊，没有需求啊，这个学生给他对任何回报没有，啊，通通是付出，就是，一体，自他不二，他才能做到啊，就像父母对于这个婴儿的照顾，无微不至。没有任何条件，啊，一体，啊，真正觉悟人懂得了，啊，所以他一定是这个清明，啊，至于这些名词，明天我们还有一会，我要细细的跟诸位来做说明，啊，这个最后终极的目标。至于至善是大圆满呐，啊，就是恢复到本心本善，啊，恢复到化身离体，啊，用什么方法呢？就讲道了，啊，道就是下面的修德，啊，你看修德里头第一个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啊，得什么呢？得明德，得清明，得至于至善，啊，那么这个表这样画起来，诸位就会看得很清楚。用佛家来讲，知止是戒，定静安是佛家讲的禅定啊，律是讲的慧眼，戒定慧，啊，戒定他也讲一个，但是啊，定慧讲一，戒慧讲一，定讲了三个，讲的细，啊，后面是德，德就是正，啊，就是正前面，明德清明，至于至善，啊，如果我们把上面下面看作修德，这个上面呢，可以说是果德。果德就是性德，性修不二，啊，这个我们不能够不晓得，啊，性修不二，修德圆满，性德全性，啊，修德的果，这个果的利益，啊，我们讲果业，啊，各无智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平是平等，啊，天下都能得到平等，平等当然和平，啊，当然是安定，啊，所以这是果德，啊，那平天下我们底下讲和谦和睦和敬和爱，啊，相处和亲相处，互助合作；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和敬相处，和爱相处，互助合作。啊，我们今天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孔孟学说可以做到，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明天再会，明天再会。
尊敬的当事人先生，尊敬的诸位校长、诸位老师、诸位同学、道德，晚上大家好。现在让我们呢在一起学习大学里面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教育的总纲领、总的指导原则。在从前入学的时候，老师给学生的传授，首先就是要讲这个纲领。文我们记录下来，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古之欲民，民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志，治之在格物。这段文是借助前文所讲的本末宗师，知其先后则见道也。这个几句话虽然很简单，义理深广无有边际。我们学习要细心去体会，不能够粗心大意，把它看成浅显而漠不关心，这就错了。昨天跟诸位介绍三纲，大学之道在民民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民德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民德就是《三字经》上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简单的说呢，本性本善。凡是人没有例外的，在佛法里面讲，不但是人，而包括了九法界众生，甚至于包括了植物、矿物，乃至于自然现象，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为什么这样说呢？那这样就讲到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这桩事情，从古至今无论是中国外国，许许多多的学者、专家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在那里探索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众说纷纭，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让我们大家心服口服这桩事情孔子他不谈，
所以是啊，未知生，焉知死啊！啊，所以他是避而不说。但是世尊在佛经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讲得很透彻。如果我们读了佛经啊，再去读四书啊，就像吃冰淇淋一样啊，你能够啊深入透彻地去理解啊，你知道其中的乏味，这才知道明德至善。跟佛法讲的化身化现原来是一桩事啊，跟宗教里面所讲的唯一的真神造物主也是一桩事啊，这才能够豁然贯通啊。那我们的信心自然就升起来了啊，明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不是从外面来的。正如佛在华严上所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就说明了九法界众生都迷失了自性，所以不能证得法身本善啊。大学里面所说的明德啊，明德不明了，是所以这教学没有变，教学就是明明德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明德啊再找回来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我们要把法身自己亲自去证得，跟此地的明明德呢是一个意思。如果用佛法更浅显更白一点的句子来说，明是智慧，唯有智慧才能破迷开悟啊。德呢，这是效果，那就是利苦得乐。利苦得乐是果，是思啊，破迷开悟啊，真因啊，因跟果就相应啊。迷破了之后，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才能福德通通具足，通通现前，这个人我们就称为他做佛陀，称为他做菩萨，在中国呢称之为圣贤君子。自己恢复了自信之后，自自然然会帮助别人啊。为什么呢？恢复之后啊，才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的，就像我们身体一样，四肢五官百合一个身体，身体哪个地方有痛痒了啊？我这左手有痛痒了，右手一定去摸摸它，啊，搔搔它的痒。它需要谈条件吗？啊，右手说：“我帮你忙，你要感谢我，要谈条件吗？”不需要，为什么？一体。唯有真正觉悟的人，知道宇宙是一体。众生是一体，
所以这个爱心自然而生。这个在中国古代教学里面，父子有亲，这个亲是教育里面的核心啊，一切教育都从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啊，到最后是爱一切众生啊。所以佛法的教学根本，我们常讲四心，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慈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啊，离苦得乐啊，最后知至善喜舍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不但我们自己欢喜，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欢喜怎么生的？从哪里生出来的？啊，那《论语》第一句就给我们说出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我们晓得，欢喜心呢是从学习里面生出来的，啊，自自然然，啊，一丝毫造作都没有，啊，这叫天性。这种乐是天性。夫子赞叹颜回，颜回确确实实做到了平而乐，乐的是什么？乐的是发喜充满，乐的是学而时习之。如果没有学而时习之，颜回生活很痛苦啊，精神不会很弱啊，这苦不堪言。我们跟颜回不一样，觉得是好学啊，夫子好学，世尊好学，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好学啊。他学习达到究竟圆满还是好学，为什么呢？自己修学圆满之后啊，这个好学做给别人看啊，这正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做给别人看啊。所以说好学是永无止境的，不是说成了佛了啊，孔子做了圣人了，就可以把好学放下了，没有，更精进更努力做出来给我们大家看，这是根本啊，这个四无量心。有本就有目，有体就有用，有理就有事啊。那在事用上呢，在佛法里面有四摄法啊，摄是摄受，非常重要啊！啊，四摄法一定要学，一定要会用啊。这个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啊，那就更好懂啊，容易明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啊。现在的名词叫公关法。公共关系啊，交际法啊，人与人往来的方法啊，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夫妇啊，啊，你看看啊，最小的一个范围，从夫妇发展到家庭，家庭发展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啊，到变法界、虚空界。就用这个简简单单四种啊。第一个布施，四摄法里面的布施跟六波罗蜜的布施啊名词完全相同，
意思可不相同。六度里面的布施是要把我们兼贪的烦恼失掉，这个施就是施舍，要把兼贪烦恼放下施舍，目的在此地，着重在自利。但是四摄法了，不是自利，是利他，是戒淫众生利他的。所以四摄法里面的布施，我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送礼，就是请客。换一句话说，人与人之间往来要多请客多送礼，这个交情不就厚了吗？这个关系就从这建立的。所以最小的夫妇太太要照顾先生，也要常常请客，要常常送礼。先生对太太也要常请客，也要常送礼。夫妻好合白头偕老一生和睦就这个要懂得了。往年我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九个宗教现在变成一家人了，非常的和睦，就有很多人问我，法师，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不同的宗教搞得那么和睦？我说这个方法，释迦牟尼佛教给我的，四摄法。所以我到每一个宗教去拜访，到每个宗教去送礼，这很重要啊。所以以后大家欢喜啊，就变成一家人。前几年我访问日本，在没去之前，我就送了30套大藏经，请那边的朋友给我分送给这个净土宗的寺院以及佛教的一些道场。所以到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日本呢，许多宗派的这些长老都来欢迎，到达那天晚上举行一个欢迎的宴会，我看到那么多人我很欢喜。宴会完了之后，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这法师，今天我们的宴会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上。我说怎么回事？这些这个住山长老平时都不往来呀，他说几百年都不往来呀。我说这回事情是各自为政呢，不想往来啊，今天统统都来了，这个是太难得稀有的事情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不往来呢？门户之见，彼此不想往来。今天来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接受我赠送的大藏经，人都来了，布施啊，供养啊，都来了，我就明白了。那么我在那里访问一个多星期，大概是差不多有7-8天，我离开的时候，我回请他们，我请客请他们，请他们来之后，我明白了，我就向大家说了，我们佛教，不仅仅是净土宗啊，就是不同的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如果我们彼此互相不往来，你就想想看，老师心里多难过啊！啊，就像父母养了十几个儿子，啊，十几个儿子啊，彼此都不相往来，父母心里多痛苦啊！这大不孝啊！啊，我说我们是亲兄弟，希望从此以后要互相往来，要互助合作啊，要常常在一起沟通，啊，团结起来呀，啊，把佛教发扬光大，普度众生啊！啊，我们是亲兄弟呀，啊！我说，除佛教之外，还有别的宗教，啊，基督教、天主教，啊，伊斯兰教，啊，各个不同宗教啊，是我们的堂兄弟，是我们的表兄弟，就所有信仰宗教的人都是一家人。和平才能落实。如果有隔阂、有意见、有这个对立啊，有矛盾，世界哪里会有和平呢？啊，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都教导我们与一切众生、不同宗教的人呢，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一般经典上我们都读到啊。啊，为什么还会自相矛盾？自己家里人还不能够和睦相处？啊，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你要是天下和，就这个《论语》里面讲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家都不和了，那个国跟天下怎么可能有和睦啊，有和谐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那么要想家和，先要修身，修身就是要明德，要懂得四摄法啊，要欢喜布施供养，这叫爱护，真正的关心，从内心里面真诚的关心啊，力行，我们所作所为一定是利益对方、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最后一条同事，同事本来是与一切众生的同事，这个话我不敢讲，现在一切众生都是自私自利啊，就不能跟众生同事，跟众生同事啊就会堕落啊，所以我就改变，我们跟谁同事？跟佛同事，跟菩萨同事，跟上帝、跟神明同事，这就没有过失了。那么教学的纲领啊，教学的方法也有四条。在佛法称为四悉檀，啊，这个名词，是梵语跟华语啊合起来翻译，啊，四是华语，悉是华语，檀是梵语，檀就是布施，啊，那它的意思呢？四种普遍的布施，我们要学四种普遍的布施，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好恶，平等布施。第一个叫世界悉檀，啊，这是他的名相，啊，他的意思呢，就是欢喜，随乐，啊，也就是我们要懂得了布施欢喜心啊。大乘教里的佛常讲，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众生不喜欢我、讨厌我怎么办呢？我看到了赶快回避，回避他就欢喜了，
总而言之，要记得叫别人欢喜。普贤菩萨修学的十个纲领，礼敬、称赞、供养，都包括在这一条里头。啊，是不是？怎么样落实，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礼敬、啊，称赞、供养。称赞是有条件，礼敬跟供养没有条件，不分这个善人是善人是恶人，啊，是好人是坏人，礼敬平等，供养平等，赞叹就不一样，啊，赞叹是赞叹他的善，不赞叹他的恶，这个里头有分别。引恶扬善，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呀，普贤菩萨的这个称赞如来，就是中国人讲的引恶扬善。啊，人有缺点，决定不能说，啊，《弟子规》上都讲得很清楚啊。啊，要记住啊。常常赞叹别人的善行、善愿、善念，我们多么欢喜，多么开心。如果常常记住别人的过失，那就错了。一般人都知道心，心是什么？心是善良的，所以称为良心呢。我们的良心、善良的心，如果天天装里面呢，把别人的勒索、把别人的罪过、把别人的不善装到我们自己良心里面，我们的良心就变成坏心了。谁的过失？不是别人过失，别人那些不善不会跑到我们心里来，只有是我们自己把人家不善的地方拿来放在自己心上，错了。人人都知道错，可是啊，犯这种错误的人太多太多了。啊，我们不要去管别人，首先要回头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这个毛病？啊，所以真正修道的人，六祖能大师讲得很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唯有不见世间过，我们自己才能真正恢复到纯净纯善明明德。你为什么不能够明明德呢？你常常记得这个人过失，那个人错误，你永远不能够恢复你的明德。在佛法讲，你永远不会见性，你永远不会开悟。所以这开悟啊，是你自己把那个雾门堵塞掉了，你不懂啊！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做到心纯善啊！你看看《十善业道经》上，佛讲的一段最精彩的开始，文字并不长，啊，最重要的一句话，啊，菩萨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啊，这个常念善法，心善，啊，心里常念善，不念恶啊。那思维善法，思想善；观察善法，行为善。纯净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了。这个人就是成佛成菩萨做主的基础条件，他具足了。这些事情不求，不是求人的事情，求自己啊，求人难啊。中国古人常说求人难登天难，哎，这个事情求自己啊，你自己肯干肯做，那你就成功了。凡圣就在一念之间呐。
啊，一念善，你就是佛，就是菩萨；一念恶，你就是罗刹，你就是地狱。啊，时时刻刻要反省，时时刻刻要检点，时时刻刻要改过啊！啊，所以这是才能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第二条呢，为人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为别人，不为自己啊。为自己错了。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对于这句话不懂，人哪有不为自己的呢？中国谚语常讲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个亚师何寿信先生的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 这个话意思很深很深啊，一定要用佛法才能解释清楚啊。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为自己增长我执，增长分别，增长妄想。我们明德不能够恢复啊，这个化身不能够证得，原因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那我们念念为自己啊，就是增长妄想分别执着，对于开悟明心见性永无指望了，真的错了。那应该怎么办？反过来，起心动念都为社会，都为众生啊，而且把心量扩大，不是为这一个世界啊，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众生啊，我们要发心为他们服务啊。佛在经典里面教诲啊，我们要落实，我们服务的对象是遍法界虚空界，这样你就能成就，你就会开悟，你的烦恼才能够断尽啊，你才能够恢复正常。正常就是至善啊，就是明德啊，你才能恢复。所以普贤菩萨教我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那你就能落实了啊，这两句可以落实。第三个叫对治啊，对治，一面是对自己，一面是对别人。你要看现在，我现在有什么毛病，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治这个病。现在的社会有什么毛病，现在的众生犯了什么毛病，你要用适当的方法去帮助他啊。你像今天现在这个社会有严重的病啊，这个病是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恐怖分子啊，到处都是啊，扰乱这个社会也不安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桩事情，怎样化解冲突啊。所以这个学校啊，我参加昆士兰大学啊和平学院啊，和平学院就是做消灭冲突，促进和平，做这个工作。这个话有没有问题啊？一般人都讲得很习惯啊。我认为这一句话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啊，还是要东方，东方人温和啊，不能用消灭啊，
你消灭他不服啊，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应该怎么样？化解。中国人用化解，啊，不用消灭。啊，你说这个生病了，你看西医的医生啊，消毒，把毒菌呢，啊，消灭。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呢，啊，解毒，把毒解开，不是消灭它，把它解开啊，化解。不用消灭，消灭消灭不了的。啊，这个祖先留给我们这么多的好的教训方法，我们要会用。啊，你从这上来说呢，这个确确实实比西方人温和，啊，比西方人呢能够收到好的效果。所以是化解冲突，啊，而不是消灭冲突，啊，促进和平，促进也不好，应该恢复和平。宇宙本来是和平的嘛，你恢复和平嘛，啊，这就对了，啊，化解冲突，恢复和平，啊，我们今天要这样说法。提醒大家了，这就是对峙。那么要想化解冲突，从哪里做起？你要知其先后。啊，它有次第，一定是修身为本，教学为先呐。要修身为本，先把自己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这个物就是指天地鬼神，对这一切物对立的观念要化解。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佛教徒往往对基督教对立，我们是正法，他是邪教。基督教对佛教对立，基督教是上帝真神，佛教是魔鬼，对立了。这个对立里面有误会，就会产生冲突，一定在内心里头把这个化解。没有对立，跟人没有对立，跟事没有对立，跟一切无天地万物没有对立，我们先求着自己的身心的和谐。自己身心不和，你怎么能叫别人和？你怎么能叫家和？怎么能叫社会和？怎么能叫国家和？怎么能叫世界和？就现在我们搞世界和平运动，专家学者，我把这些话提出来，大家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的身有没有活？没有活啊。怎么知道没活呢？一天到晚烦恼，烦恼就是不活。身心和谐没有烦恼，身心和谐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妄想，那就真的活了。永远不会生病。那么这些呢，叫先修其身。我们修身从这上做起，让自己的身心和谐。我在国外参加很多这些国际上的和平的活动，我这个样子，逗了很多人。跟我在一起的这学者专家们，年龄都比我小啊。他们大概都是五六十岁，这个六十多岁，七十岁以上不多啊，一看到我，这快八十了，站在我身边的时候，他比我老，他不如我。所以他自然心里就服了，就是问我，哎，法师，你用什么方法
能够把身体养得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清净心、慈悲心，再加上素食，身心就健康了。这是他来问我，我就告诉他了，没有别的，什么补品我都不要，饮食很正常，生活很正常，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得失，不像别人患得患失，没有得失，你才能真正把身这个身修好，身质修不好，原因就是有自私。我常常讲的是六个字，我们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你就得大自在了，得大快乐了，真的法喜充满。这个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自行化他都不会离开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原则这是道啊，这自然的大道。因为这些古圣先贤他们没有开过会没有在一块协商过，可是所作所为自然都能够吻合这是中国人所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这就是道那么明德于天下，这个于字很重要，于是落实落实明明德于落实在天下，那就是落实在世界，落实在一切大众都能够恢复本有的智慧才能福德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的于就是要帮助天下人觉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要为天下人服务帮助天下人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终极的目标那你要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佛法四弘誓愿头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想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你先度你这一国先治其国你度你一国你要想度你一国呢你先度你一家你一家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一国呢一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天下呢所以于其其家者先修其身你自己身心不和谐那你就没法子所以修身先正其心正心先成其意所以后面讲到从哪里开始推到最后诚意在致知致知则格物格物是个起点明明德于天下是终极的一个愿望一个目标格物怎么讲法古书里头可能有但是什么呢但是这个年代久远呢古时候没有书本最早这是刻在甲骨看到甲骨文以后得有注解所以常常容易透露容易错解也容易遗失这个格物这一段的解释就是文劝诸夫子
他引用陈子的这一段解释，这段解释毕竟是后人所为的，啊，不是孔子、孟子所说的。啊，朱子说呢，穷究事物之理，这叫格。这个话不是讲不通，能讲得通，啊，可是不容易。历代许多人照这句话去做，做到吐血，事物之理啊，还是不明了，还是没办法明白。宋朝司马光的解释啊，司马光我相信他是个佛弟子，啊，他的解释一定是用佛学的思想，啊，那就容易落实。他说汉歌物语，啊，那么歌里面有格斗的意思，有格杀的意思，有防御的意思，啊，物是什么？物是物欲，欲望，啊，那这个说法跟佛家讲的断烦恼、破所知，啊，意思就很接近。啊，印光大师这是最近的一位祖师大德，啊，他给我们的解释是各处物欲，意思就更清楚、更明白了。物欲啊，就是我们的欲望，我们讲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欲望啊，这些东西啊，把我们的真智障碍住了，把我们的自信蒙蔽住了，啊，使我们真知不能现前，使我们的信德不能够显露。现在怎么样？现在一定要用各无的功夫，各无就是远离妄想分别执着，啊，佛在华严经上讲的，我们能够用这个意思来解释了，那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啊，很容易的。那简单的讲，各无就是放下自私自利，啊，这是最好讲的、最容易懂的。放下自私自利，啊，这就是各无。放下自私自利，啊，人就聪明了，啊，烦恼就少了，啊，你的烦恼无非是贪嗔痴慢嘛，你把它放下了嘛，啊，烦恼轻了，智慧就增长，因为智慧是本有的，烦恼是障碍智慧，智慧好像是太阳，烦恼好像是云层，云层去掉了，阳光它就普照了嘛，啊，就这么回事情吗？啊，所以各无而后知智，啊，智慧就现前了。智慧在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良知现前，在佛法讲呢，悟入佛知之见，啊，只要障碍去掉去，你与跟佛的知见就相同，就接近。啊，知至而后意成，啊，所以你烦恼不断，智慧不开，你的心就不真诚了，啊，不真诚是你不是真心的，真心自自然然至诚感动，啊，就是真诚心呢，是真心的，啊，古人讲的不诚无无啊，不诚妄心啊，至诚心是真心。什么叫做诚？啊，千千万年曾国藩先生在《读书笔记》里给臣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非常之好，啊，往后有很多祖师大德都引用。臣，啊，是什么意思？
一念不生是微尘。这个解释跟佛法解释一样，你还以妄想分别执着，你不成。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叫诚意。啊，诚意是菩提心之体，真心之体呀。有体，它就起作用。这个作用呢，深心、大悲心。啊，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怕大家对于这一桩事情模糊不清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三个心，我加了两个，五个心，希望大家好懂啊。真诚心就是大学里头讲的至诚啊，佛法讲的菩提心之体。身心是至诚心，对自己啊叫身心。身不好懂啊，看古人注子也不好懂。我用《无量寿经》经题上的五个字来解释，啊，大家就好懂了：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对自己呀，要清净、平等、正觉。啊，这是真诚心起作用的。对别人呢，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样子是什么呢？不见世间过才是大慈大悲，还看到这个人不如眼，那个人有毛病，慈悲心何在呀？啊，这是我们学佛同学啊不能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啊？为什么天天在想学，天天在忏悔，天天在流眼泪，没用处，天天犯老毛病啊？原因你不懂得啊，这个是烦恼习气太深了啊，遇到事情还是烦恼习气做主，所学习的佛法一点都用不上啊，这个关键在此地。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哪里学起呢？不能不学《弟子规》啊！其实，儒家这里讲正心，正心包括了这个至诚呢，对自己、对别人。啊，他讲的简单，佛法把它分得详细。啊，那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十个字来解释，啊，大家呢好懂了。心正。而后身修啊，啊，那就是心正之后啊，你才能落实，啊，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十善业，落实在三规，落实在众戒，啊，你才做得到啊。啊，这个原理原则不但在佛法。一切宗教，一切的教学都要重视啊！啊，怎样才能把这些根本的德行做到圆满？啊，这个与知有关系啊，与知有关系。大乘教里头，佛教道过明了通达一切诸法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大般若经所说，大般若经很长啊，600卷，我们总结起他的教诲，12个字说尽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要有这种认知，你把烦恼习气放下了，就不难了。啊，难在
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你认为是真有啊？不知道《般若经》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果你实实在在很难体会啊，我教你一个方法啊，能够把这个正确的观念呢提起来啊。什么方法呢？你晚上要睡觉啊，一睡觉就等于死了一样啊。你睡着了之后，这世界哪个是你的？你身体都不是你的啊！人睡熟了，把你身体抬走了，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每一天死一次，你能够每一天晚上睡觉做如是观，我相信半年一年你智慧就开啊，你就知道放下是应该的，放下是正确的啊，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聪明智慧，真正能够得到这个才能得相啊啊，即这才深修啊，深修之后你自然会影响你的家人啊，家齐一家和睦啊，啊，家和万事兴，你的家会兴旺，啊，兴旺不是指财富，啊，不是指升官发财，是不是？但是智慧，一家人，啊，有德行，有智慧，啊，这叫真正兴旺。德行一定带来福报。有德行有智慧的人有福报自己不会想，他的福报一定给一切众生给社会大众共享，而不是独享啊，这个福报是真实啊，里面不会有副作用啊，你的福报越大一切众生都欢喜啊，为什么？你可以给大家共享。这个讲到深修，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得履行《弟子规》啊，落实《弟子规》。《弟子规》难不难？给诸位说，不难。你一定要知道。《弟子规》是我们原本的生活，我都不讲规范，没有规范啊。原来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啊，我们起心动念。思想造作与这个完全相违背了，这就是迷失了自性啊，迷失了本性啊。弟子规是本性正常的表现，我们现在要想恢复本善，要想正得自信，正得法身，
依照这种方式啊，是一个很好的助缘啊，就从事上啊，帮助我们契入真理呀，契入心性啊。所以学习《弟子规》，功德是无比的殊胜啊！要知道，就首先要肯定，它是我们本来这个生活状况啊，处世待人接物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才叫正常。现在我们是反常啊，啊，不正常啊。待人接物，尤其是我们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啊，父母从事于教育工作，家庭教育，你说哪个人不从离开了教育呢？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都是从事于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人性本善，你要肯定啊！啊，《三字经》里头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你要肯定，你要承认，人性本善。啊，教育的功能，啊，就是如何帮助别人，啊，他迷失了本性，啊，让他呢从不善回归到本善。转恶为善，啊，我们的教育做成功，啊，绝对不是说这个人不善把他开除掉，这是教育的失败。啊，我们这个身体器官有毛病，现在西医怎么样？各除。啊，这就叫医疗。要知道，人身体每一个器官它都有作用，它都是平衡全身，哪个地方割掉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别的器官，就不正常了，就不健康了，这个不是办法了。所以中医是叫它恢复正常啊，绝对不是把它切除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在此地啊。啊，就中国的教育没有开除的，啊，一定要帮助他恢复正常。啊，佛家尤其讲得透彻，啊，帮助他转迷为悟，帮助他转凡成圣。啊，那么从哪里起呢？从帮助他转恶为善。改过自新啊！啊，所以“教育”两个字的意思啊，古人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可现在人呢，很健忘啊。这两个字会念，意思不晓得啊。教啊，你看看《说文解字》里面解释：“上行下效”。上一代他怎么样做的，底下这一代效仿，他在学习啊。所以教育要从婴儿生下来三四天就开始，为什么？他已经在下校了，上面在做，他已经在效法了，在吸收了啊。于是这个事情多么严重，如果有不善的让他学会，真的三岁你就很难管教了，你怎么能教他会的啊？所以现在的小孩不好教，我清楚，我很明白啊，当然不好教。为什么呢？从小你疏忽了，你没有教他
啊，小孩眼睛睁开了看什么？看电视。电视教他，到了念小学的时候，网络教他。电视网络里的内容是什么东西？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他从小就学习学这个东西，所以到了七八岁，到了十几岁，他就会杀人。他杀人杀得很平常，啊，好像游戏一样，这怎么得了？啊，毛病的根本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从小要教。你看古人讲的话，啊，教夫心懒，教儿婴害。啊，不是说他到五六岁才教他，不行啊，来不及了。他已经学坏了，啊，所以《弟子规》是做父母日常生活当中正常的表现，啊，让这个婴儿从小他看他听，到三四岁的时候，这个《弟子规》他已经完全学会了，啊，是身教不是言教，这个根扎得稳了。啊，这个跟天性相应，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性德跟修德，性修不二啊，性修一如啊，这圣贤的根啊就生出来了。啊，那么父母做给他看呢，这是缘呐，啊，他的自信啊，自然就显化出来，纯净纯善，啊，这个是圣贤的基础，啊，圣贤基本的条件，啊，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才能把教育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才能真正的利社会、利众生。你教一个小孩，叫你的儿子，叫你的女儿，你可不能说这是我家的事情，那你就错了。这是国家天下的大事啊！他将来成为圣人，成为贤人，成为一个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能够替国家造福，他能够替全世界人类造福。你是为全人类复制培养这个幼苗啊，你要有这种心怀啊，不是我家的子孙啊，将来光宗耀祖啊，那是小事，鸡毛蒜皮小事，为国家为全世界培养圣人，培养贤人啊，培养将来真正为人类带来复制的啊这样一个人。所以你这种教学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古人修身齐家那么容易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啊，当然不难啊。现在为什么困难呢？我们传统的教学至少中断70年啊，70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啊。但是如果我们再不全心全力来恢复啊，把它再带起来，再过个5年10年呢，那真的就李老师讲的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啊。所以今天是我们啊这个继往开来啊集绝学最后的一个时节因缘啊，这个时节因缘我们遇到了，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就有这个使命啊，应该
要认真努力，从我们自己本身来做起。我为全世界苦难众生做这桩事情，做好了，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都能够化解。啊，我要不做，这种灾难必然会发生，啊，而且后果不堪设想。啊，这个道理现在科学家证明。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这个水结晶的试验。我想也有，也许有许多同学，你们都知道，啊，水是矿物啊，我们一善念对它，它的结晶非常之美；我们一恶意对它了，它的结晶非常丑陋。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觉悟的人心目当中是平等的，没有两样啊，是平等的。平等就是法界啊，就是法性土啊。那为什么众生看到有这么差别呢？你的念头不一样啊，善念的人看到这个世界天堂无限的美好，不善心的人看到这个世界是恶鬼地狱出生的，啊，随心所变啊。什么人的心呢？自己的心，不是别人啊。我们如果跟释迦牟尼佛坐在一起，我们心目当中的世界秽土啊，这世界一片混乱，释迦牟尼佛坐在我们旁边，我们手拉着手，他的世界清净平等，心不一样吗？他变的这个世界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这个世界是他清清楚楚，不一样啊。佛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转变观念，帮助我们呢改变行为。啊，我们身心一觉悟一改变，整个宇宙都变了。啊，所以这个中国有看相、算命、看风水，都会说。相随心转啊！啊，这相貌随心转了，相貌随心转，我们的体质也随着念头转。啊，心地清净，身心健康，烦恼忧虑很重，他的病痛就很多，随心转嘛。啊，风水先生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那风水在哪里？在自己修福。你自己肯修福，走到哪里，你是富人，那个风水它就自然就变好了。如果你没有福报，风水很好，你到那里住，风水就坏了。啊，跟水试验呢，完全相应了。明白这个道理，还要去看风水吗？还要去找看相算命的？不需要了，问问自己的良心就知道了。什么都解决了吧？啊，我们从事于国际和平工作，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化解冲突，恢复和平，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如果我们从事于国际和平工作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都有这个理念，冲突不是不能化解，和平不是不能恢复，啊，我有信心的。啊，问题在哪里？
知道的人太少了啊，希望我们同学我们来带头，尤其是我们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我们带头干啊。那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网际网络，可以利用卫星电视啊，我们认真努力来服务啊。这个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多，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啊，希望安定的人多，不知道怎样化解冲突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从哪里写？从家庭开始啊。首先你要感化一家，有人说感化家人难啊，我度别人还容易啊，度家人太难太难了、啊、家都度不了你还能度人吗？啊，那为什么我度不了家人呢？你要知道，不是家人不善，我自己的功夫不到家，功夫到家了，家人通通会得度啊。所以中国讲到这桩事情，你看就叫人马上就想到舜王啊，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这是圣人呐、啊，孔老夫子最佩服的尧舜啊。舜王当年在世，这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历史上有记载的。他所处的那个家庭环境恶劣到极处啊，邻居都替他打抱不平的、啊、那真的是啊，父母虐待呀、啊、虐待到什么程度，置他于死地啊。但是什么，他那个孝顺做到家啊，他也有智慧啊，没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他都有很好的预防啊，逃过一劫之后对父母就更孝顺啊，绝对没有说是父母有过失啊，邻居看不惯打抱不平说他的父母啊，他去制止邻居，说这是我们家的，我的父母对我很好，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啊，不能怪我的父母，你们不可以说我父母不对。3年呢把一家人感化啊，所以说至诚感通啊，中国古人讲的精诚所至万事变通啊，金石为开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家人不能够感化，你可不能说我的家人呐、啊、没有善根的，这个把过失推给别人大错特错啊，是你真正造罪业啊，你应该真的是菩萨反求诸己，我的真诚我的智慧我的方式做得不够圆满，他不能感化啊。常常反省，反省就生智慧，常常改过啊，你才能用善巧方便。这个佛法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本。方是方法，便是便宜啊，用现在的话讲，最巧妙的方法，最适合的方法，这个最适合最巧妙就没有定法啊，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不同，方法都是无量无边在那里变换啊，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啊，我们不能够学佛学到最后学得很呆板啊，一成不变那就错了啊，那你就行不通的啊！就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的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啊！你的效果才能够达到啊，你才能够有成绩表现呐、啊！啊，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可得，这才叫圆融自在。
所以因你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因你用什么方法教化众生，他就用什么方法。我就是学到这一点，可以跟全世界啊十几个不同宗教交了朋友啊。啊，我把这些东西给他们讲解，哎，原先还以为有障碍、有反对的，啊，结果这么多年来了，没有一个人反对。是我想到人都有善根的。啊，都能够明理，都非常可敬可爱。那我们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啊，对基督教是最困难，3年的功夫，啊，基督教才变成我们的兄弟啊！啊，其他的宗教是1年、1年半，我们就是兄弟姐妹，基督教3年了。啊，3年，毕竟，哎，转变了，啊，态度完全转变了，啊，歧视都没有了，啊，我们欢喜啊，真的是一家人呐，啊。前年，我第一次，啊，好像是3年前。这不是第一次到日本，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啊，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在日本冈山召开，我参加。参加之后，会议之后，我到这个一些城市去观光旅游，到东京呢，有朋友介绍一位日本的基督教的领袖石井牧师。啊，我们在日本电视台举行了一个访问，啊，50分钟。他来访问我，提了十几个问题，我都把他解答了，他也很满意，很感动地说了一句话，说法师，好像没有问题能把你问到啊。最后他又提了一个问题，这是法师啊，我们基督教的人心量很窄小，不能包容啊，你看这有什么办法？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告诉他，这个解决问题啊，就在你们圣经里头啊。啊，他说圣经哪一段呢？我说你们圣经里头有没有神爱世人？有。上帝爱世人，有，这肯定有。然后我就告诉他，上帝啊，爱我，不爱你呀。他就很惊讶，说为什么上帝说爱你不爱我呢？我说我是世人，你看看经上讲的，上帝爱世人，没有说上帝爱基督徒。啊，没有说爱政策，哎，是人啊，我是是人啊。啊，我继续再告诉他，我说上帝爱是人，我也爱是人，我跟上帝志同道合，当然上帝爱我。啊，那么你是个基督徒，你知道爱上帝，你知道爱你自己的教友，你不爱世人，你跟上帝的意思相违背呀，上帝怎么会爱你？
最后我分析给他听，我说上帝神的爱抽象的怎么落实，抽象的跟佛菩萨讲的慈悲也是抽象的，佛菩萨怎么爱你啊？啊，这抽象的。上帝爱是就是教你们这些神职人员，教你们这些基督教的信徒，要把上帝这个爱从你们身上发扬光大，去爱世人，这就对了。你们要代表上帝啊，去爱世人呐、啊。你们不爱世人的时候，那就把上帝爱世人那个爱呀、啊，就糟蹋掉了。我说佛门也说亦复如是，啊，佛的慈悲，菩萨的慈悲，也是抽象的。佛弟子必须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这就对了。啊，我们如果不能发扬佛菩萨的慈悲，不能发扬神的是这个神的大爱，我们错了啊，神没错啊，佛菩萨没错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从此以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我到日本一个电话他就来了。所以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你想想看可不可以变成一家人呢？可以的啊。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往来啊，友谊固然很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对于经典互相的学习，我们的友谊才能生根啊。友谊生根，和平生了根，化解冲突啊就有了根，才能够解决问题啊。如果不从这上认真去努力，不行啊。啊，我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很多同学都知道啊，玫瑰经是天主教的早晚课啊。啊，我还把这个光碟送给中国大主教傅铁山，这个主教啊，我送给他，他听了之后很欢喜。啊，这个穆斯林的朋友们，啊，我也跟他们讲过断片的《古兰经》，啊，就是一定要互相的学习，我学习他们的，他们也学习佛教，彼此。提升自己的境界，增长自己的智慧，这才能解决现在的社会许许多多的问题啊！如果不学习不可能。正是夫子所说的话，学而时习之啊，不亦说乎啊！啊，所以彼此互相学习啊，能够把自己境界智慧向上提升啊。那么跟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不同宗教交朋友，岂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所以我每一次从新加坡经过，我一定通知九大宗教，我们吃餐饭聚会聚会，聊聊天叙叙旧啊。那这一次机会实在是太难，我从新加坡经过，印尼同修问我要不要到印尼去访问，我说这次不打算到印尼去啊。没有想到啊，印尼的宗教朋友们五个宗教的代表组了一个团，12个人啊，瓦西德长老带队到新加坡来看啊，正好呢我们九个宗教聚会，我就一起，两国的这个宗教界的代表啊，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啊，交流啊，促进团结，促进谅解啊，这个都是啊，我跟他们讲，今天我们要化解冲突啊，这个国家与国家的冲突，派系跟派系的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冲突，
宗教跟宗教的冲突，这是四大冲突啊。从什么地方解这个结呢？从宗教最方便啊，所以我们宗教团结和睦相处啊，会影响到族群，会影响到国家，会影响到派系啊。我们从这里下手，知其先后，则见道义啊！啊，不是做不到，是可以做到的啊！啊，那么要做，要真做啊，不能只是说说，说说不行啊。我到每一个宗教啊，我进去呢，一定拜他们的神，他们的信徒很感动啊，啊，我真的尊敬他了，真的拜他了，啊，真的全心全力帮助他了，这真的是朋友，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啊，我们的行动要做到，说到要做到，啊，这才能真正变成一家人。才能够把许许多多的这个症结问题呀，化解了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身修而后家齐啊，家齐而后国治啊。这个国治就是要做一个模范，做一个榜样。给世人看啊，这个事情难啊，啊，所以是我们就想到老子所讲的小过寡民啊，我是想到这个问题啊，很多很多年没法子落实啊，就是我们想做一个和平村啊，像个和平村啊，做一个示范点啊，或者是一个大点这个社区啊，我们用这个来点来做啊。最早在美国我们就有这个念头啊，语言不成熟啊，以后到了新加坡啊，新加坡呢倒是看出一点迹象啊，似乎是可以啊，所以我们提倡弥陀村啊，希望做一个这个和谐的社团啊，到以后也是有差别因缘，这个最重要的土地没有法子取得啊，新加坡寸土寸金啊，啊，我们都尽了力了，到最后还是没法子。所以到澳洲，我选择图文巴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只有80,000人啊，我说这个很好啊，可以来用它来做一个试点。市长非常赞成，学校也乐意合作。市长告诉我，这个小城市信仰宗教的人只有20%几，70%多没有宗教信仰，还有少数排斥宗教。我听到这个话，这个心就凉了一半，知道这个地方做起来相当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在那住上一年，得到了这个当地群众啊热心的爱护，就相当不容易。最后我再想到去，人离不开情感啊！啊，我们对于这个地方没有深厚的感情很不容易，深厚感情不是短时间可以建立啊，所以我就回到老家去看看啊，老家虽然这个传统教育中断了70年
毕竟还有根啊。我们家乡是过去桐城派的地盘，桐城派叫桐城、庐江、舒城，就这三个小城，这三个城市距离很近啊，现在算公里呀，大概都是30公里啊。我们到桐城30公里，到舒城也是30公里，舒城到桐城也差不多也是这个距离啊，所以很近。那么这个地方文风很盛，所以我小时候孙达在农村读书，农村都有家教啊，我是受了这么一点点教育啊，才能保住啊80岁还没有被社会诱惑啊，道理在此地。那么回去之后，我们就想到老子小过寡民，我有个构想，一个县太大了，人也太多，我们找一个乡镇啊，用这一个乡镇做一个试点，小过寡民，我们做这个过制的工作，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弟子规实善业道能够推动，让在这个小镇的居民，这个小镇大概有20多个村庄，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学习《弟子规》。啊，我们理想当中希望3年之后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个地区的人没有犯罪，啊，希望能做到这个。那这就是个和谐社会啊，这个就是这个冲突化解和平落实了，我会请联合国的从事和平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到这参观，你们天天的理想我真的落实了啊，一个小镇落实，它就能影响周边的乡镇啊，到终极的目标呢，我们希望这一个县啊变成世界上和平的示范地啊，这个里面这个县里头没有冲突，没有人犯罪啊，用什么方法呢？用弟子规的教学啊，所以我们在那里建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啊，用这个，这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补习学校啊，没有一定的学制啊，专门教传统的伦理道德，落实弟子规啊，我们专门教这个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招一批种子老师，就是我们基本的老师，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牺牲奉献一生呢来从事于这个工作啊，我们学孔子，我们学释迦牟尼佛啊，舍己为人啊，做出最好的榜样来给人看啊，我们希望有30个老师啊，然后这30个老师我们分开来再招学生，学生对象我们希望呢，幼稚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对吧？他们学会之后回到学校里可以教学生啊，他们这是第一个招生的对象，然后再是各行各业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的员工有几千人，你需要派几个人来学习，我们替你训练啊，时间短的3天5天，长的2个月3个月都可以，我帮你训练，训练好了你回到你公司去啊，你去做带头的作用啊，我们专门补这一门的缺失。
现在学校很多，大家都学得，都知道做事，啊，都有能力，有技术，不会做人呐。我们今天要补这个做人的教育，啊，人跟人之间呢，要怎样和睦相处，啊，希望每个人都懂得，在家庭能够孝养父母，啊，奉事长辈。在社会啊，能够啊做到君臣有义，也是道义。这个道义就是领导人有仁慈啊，被领导的能尽忠啊。啊，这个主顾当中的矛盾就没有。啊，所以现在老板呢带员工不容易，接受这个教育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我们是帮助社会各行各业啊，来培训伦理道德啊这个课程。啊，我们培训是多元化的，啊，不限于一个地区。不限于一个国家，啊，全世界的同学们，只要觉得这门功课重要，这门功课必须要学习，你跟我们联络，我们都欢喜，我们会给你安排日程，安排功课。当然，我有很多的构想。我年岁大了，也没有办法啊自己去做，啊，我还是关在摄影棚，把这个《华严经》讲圆满，啊，这个是我一生唯一的一个愿望。伦理道德培训的工作要靠年轻的法师，啊，我们现在有杨老师、蔡林旭。两位他们来带头，啊，现在我们选择的有，啊，应该有20多人、30人，啊，彼此在一块互相学习，啊，同心同德，啊，把这桩大事业做好，真正是继往开来呀，啊！啊，那么国外。我们这次到此地来，啊，但是李金牛先生他告诉我，我们也希望在马来西亚能够培养30位种子老师。你看看，我们还没有开始，这个他就有响应了，啊，我们非常欢迎，啊，这30位老师。要在我们的中心培训，那么这30位老师将来他们担负的任务啊，跟国内的不同。国内种子30个老师10年不能离开中心，这30位老师如果有1年的培训，就有很有效果，他们可以将来在全世界弘扬这一门课程，啊，那我们利用我们净宗学会的关系，啊，全世界都有净宗学会，啊，让净宗学会在各个地区主办这个幸福人生的讲座，由他们来担任，啊，在全世界弘扬，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啊，这个比联合国，啊，天天开会。效果大得多，啊！你开会，我不想再参加了。啊，所以说，今天讲怎么样讲？啊，在会议里面，我们提出了这些个理想，大家听了都点头，点完头之后就摇头，做不到啊！
这理想啊，做不到啊，不能落实啊。我们现在把它做出来给你看，等于是做个模型，你来看，哎，真的可以做到，啊，那么这一批从事于和平工作的人信心就起来了，我帮助他建立信心，帮助他成就愿心，那些人都是好人呐，啊，我们要增长他的善心、善愿，这是教育的“愚”的这个字。旧时长善，啊，他的过时，我们要挽救，啊，挽救他的信心，挽救他的愿心，啊，我们要增长他的心愿，啊，共同来为世界的安定和平，为世界人民的福祉，啊，尽自己一切的力量，啊，来做这个，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呀，没有白来，啊，总算是做了一桩好事情。那么这个是皆大欢喜的事，啊。方东梅先生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是人生最高享受。这个夫子所说的啊，不亦乐乎，不亦乐乎啊，我们确实能够啊，切入这个境界啊，所以一定从小规模做起，做好才能够有效果。所以我常常想，尧舜啊，他们真正能做到。尧舜如果中国现在这么大的版图叫他来做皇帝，他也做不到啊，他只能做到的是，尧舜当时的国土不到我们现在一个县，大概跟一个乡镇差不多，所以他能做得成功啊，道理就在此地。所以老子赞叹小过寡民，给我们后人很大的启示啊，这就是家做好了，要把我们邻里乡党，我们这个地区做好啊，然后才能够影响到周边的乡镇，这个做法就对了啊。一个县做好了，影响到别的县；一个省做好了，影响到别的省；一个国家做好了，就影响到全世界啊。尤其现在的这个资讯发达啊，媒体传播发达，我们每一天工作教学啊，都可以利用这些啊科学高科技向全世界播放啊，我们也欢迎全世界的人士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指教啊，来学习啊，希望这个成果的时候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啊，影响到全世界，给世界真正化解冲突啊，真正带来和平。那么这个就是儒佛这个教学最后的目标，天下平啊。啊，所以中国古人呢，很少讲国家啊，这是我们在古籍里面常常看到的，都是讲天下，这心胸开阔啊。那个时候讲是天下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世界啊，放眼世界啊。因此我们自己一定要肯定，科学技术发达，交通便捷，现在地球啊变成了地球村呐，啊，郑和这诸位都知道啊，郑和下西洋坐的是帆船呐，从中国要到马来西亚，至少要三四个月，啊，还要遇到顺风，啊，风不顺他就不能走，啊，就要靠天。现在
我们环绕地球一周，两天就做到了。啊，所以现在地球变小了，啊，变成地球村。啊，我们的心胸要开阔。啊，所以我在国外，很多人问法师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地球人，你也是地球人，我们是一家人。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你没有离开地球，你是地球人，我们就是一家人。啊，所以从这个理念，我们要大团结，我们要互相尊重，要互相敬爱，要互相关怀，要互助合作。啊，我们共同来为整个地球的这个一切众生谋福祉，啊，这个样子就对了，啊，这就没有过失，啊，所以有这种胸怀，有这样的热忱，这个工作一定能够做得成功，一定能够做得很好，啊，使我们有信心呢。就这些年来，我们走遍许许多多国家，我们这个理念，啊，这种构想，都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赞同，没有反对的，那这给我们信心啊。啊，所以反对的没有，啊，只有什么呢？只有怀疑的，有许多人怀疑，恐怕做不到啊。啊，但是给我们的信心呢，就有许多人赞同，啊，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信心。所以赞同的人越来越多，疑惑的人越来越少，圣贤的愿望啊就能落实，应该要落实。啊，为什么呢？是我们想象到，你说我们学佛，首先我常常用身体来做比喻，我们身体父母生下来，这个身体就是和谐的，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啊，没有冲突的，啊，就像世界，这个不同的器官，就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彼此只有互补，没有冲突，啊，就跟身体一样，细心观察身体，我们的信心就起来了。地球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应当是互补，啊。不可以歧视别人的文化，不可以歧视别人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是第一，啊，这是我大跟大家往来，啊，佛教第一，基督教也第一，啊，天主教也第一，伊斯兰教也第一，就像我们的器官一样，啊，眼睛第一，耳朵也第一，鼻子也第一，没有第二，有第二就生病了，啊，个个第一了才健康啊！这个世界，大过第一，小过也第一，强过第一，弱过也第一，富过第一，贫过也第一，通通是第一，没有第二，啊，各个族群都是第一，各个宗教都是第一，自然就和谐了。我第一你第二了，麻烦就来了，这种观念叫制造纠纷，啊，制造冲突，这个不是化解之道，化解之道是平等，个个第一就平等。你看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楞严经讲二十五圆通，个个第一，没第二的，啊，个个第一天下就太平，啊，有了第二第三呢，麻烦就来了，啊，所以我细心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外面四肢五官，里面五脏六腑，自然和谐，啊，这是道啊，啊，随顺和谐的这是德了，不可以破坏，啊，不能破坏自己身体，不能破坏自然环境，啊，一切
都要随顺。这几天我们同学有从澳洲来，澳洲我们布里斯班净宗学会要建一个念佛堂，我们院子里树木很多，他们要砍几棵树，树一棵都不能砍，你们选这地方一棵树都不能砍，决定不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态。那么今天画了一个图给我看看，但是我们前面一片竹林它要开两条路是不可以，希望竹林保持，决定不要伤害路嘛，远一点放在旁边，我就把它图改了这一点，树木花草啊，我们要爱护它，不要去伤害它，除非是不得已，有别的方法决定不伤害。树木花草尚且不伤害，怎么会对人有恶念？怎么会伤害到人呢？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此地。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我们同心同德，我们认真努力，向着这个方向，我们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幸福、美满。谢谢大家。